黄金八幕布，还有云间春游。哎，对，完了，知识都学杂了。好，我们先旁听漫步啊，就借着这个热乎劲儿。旁听漫步的那个要求就是要经过什么？要是单一做，一定要经过中，然后去右，对吧？哈，然后你要是从旁提起，你要先经过沉、中，那就相当于是沉在一边儿，再沉，沉在另外一边，再拉起来。那你要经过上呢，你就是左没有中，直接推到右，完了拉下去，是不是哈？这个圆的轨迹要清楚。再一个就是立起来的那个旁点地的那个脚，对吧？沉的时候左送右回中间，但是这个送啊很微妙，别大，你别讲到最后你都咧了，对吧？哈，送一点儿，沉换重心，起来就要干嘛？拉回来，下去就要干嘛？送出去。所以这脚是活的，千万别做成死的。看，很微妙，小小的，为了稳定你，不是为了让你那个给我倒一步，跟你啊这个东西它可不一样，不是为了你推，就是为了你在那倒一下哈、啊。这是一个点。第二个点就是我们转身脱手那儿的上旁提的时候，我们要干嘛？撤脚沉累送背，是不是？哈、哎，这儿脚累背，哎，一定要有一个下弧线送上去，是不是哈、啊？然后呢，这个要点说完了，然后漫步。远撩近落，你们昨天梦梦漫步有个问题啊，漫步一定要把重心先压到后，送上去，对吧？梦梦有点容易，就是直接就往上顶，所以你就在那儿就干了，对吧？哈，压到后送上去，压到后送上去，压到后送。哎，它就顺了哈、啊。当然起伏不能太多啊，一点点，一松一紧。然后我们是什么？远撩近落。远也别太远，别从这儿给我撩承德去，你们好像那脚都过了山海关了，是不是？一点点就沉这么点儿，回来就完了，回来也别夹太狠，整体目的还是得走，慢走也是走，别在原地生倒腾，是不是哈？走，哎，回来，走，哎，回来，快的，一走一回，一倒重心向里，哎，一定要注意这儿，要转身向里，然后这个两个圆儿要快要圆润，五个点照顾到，手还是什么有分有合，有分有合。为什么你们这个合手这么难看呢？脚身手神是这么说的吧？先想脚，再想身，再想手，再想神。你这手是谁给的力？是腰给的力，你一定是得。啊，带上去，哎，懒得都不愿意动弹了，推着我，推着我，你们可好了，完你们还可就只搂右，完左跟残疾人，所以你就合不上，对吧？开合，开合，我跟你说这个动作很微妙，原来我们旁听班不只做一个手，但是王姨在这特意练了你们什么两个手。两个手，两个手呀！那你看人家这儿就给你都练完两个手了，你还不给我做两个手？想明白了吗？哈，对，完了合的时候是抽肘，是不是？三节臂那个抽肘提旋，抽肘提旋，别太短哈、哦，麻烦你们贴着你们那个这地方叫啥呀？胯骨沟，腹股沟，麻烦你们贴着你们的腹股沟上，别总搁肚脐眼那儿整，越整越短。想明白了吗？哈。然后在这边，然后呢，这旁提慢，慢慢慢，吸气，吸气就有什么，吐气，憋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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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最后一个才推直，对不对哈？完了，一落手，然后注意还有我说那个事儿，漫步的时候那个神从下慢慢升起来，对吧？走，浪大哩浪，啦啦啦哩浪，别起太早，啦哩啦哩啦哩向心。啦哩啦哩喽，起，慢慢慢慢慢舒展，一吸气走三步，一、二、三，那边四步，那边这边三步，然后走，沉气送脚，沉气送脚，送拽走，送拽回身下倒动式，出，这个手从哪边起呢？左边起的，上，然后沉。送出去拽回来，送出去拽回来，上走，从右肩起的，一沉左肋，手从下走，送拽，送拽倒，走流关系，一吸收住。你看这儿其实有个前仰后合，
前仰后合，就就是有一个走流，走流在哪儿呢？到这儿你看，走流收住，你得往前说点。你们现在是走流，哎，你看你能起来吗？你起不来。刹车的时候得有个前，微微有一点前倾，对吧？哈，在这儿走，啊，合住，再回头，再下，是不是就稳了？然后这什么一电一吹，我跟你说，这儿你们着就着在这个脚上了。看见这一下了吗？你们可倒好，就笨了，对吧？哈，这个地儿落脚，往前送一点，走，来，不用力，不用力，就直接落脚就好。那走，往前，嗯，起，嗯，落，飞内式，是不是就这个？啊，就那个脚松弛一点。哎呀，是不是这种感觉？哎。芭蕾，哎呀，就死在这儿了，是不是？这个脚落脚跟虚的，走，走，风一吹，哎，而且是持续什么？下更下，别往上立，走，下下，哎，对吧？什么？原来我上课说过那个什么？这风一吹，你说吓死我了，哎，是不是？哎，找一点这个感觉哈，很好，来，和音乐。踏步准备，背手。七启动式，五、六、倒，压到右腿，慢慢往中间挪，回到左腿拧出，左面沉，慢沉，中间沉，拧，拽回来，送出去，拽回来。送出去，再给一下八点起，最后上弧线落在二点，不着急，回左，在中间慢慢推重心，拧，右脚沉，中间更沉，拧，拽回来，送出去，拽回来，送出去。再给一下二点，看一眼上弧线，回八点，脚手走，让移，憋住，三四往外送，七八大右手啊，二三四送右脚，五六七八大移，二三四往外送，接住，上落，往左斜后，六七，从二点斜下起，眼睛往远看，合到内，旁提慢走，吸气，五六七八，从下起。三步，二三，一沉一送，一步两步回来，下出出回来，后面倒手，憋着，上弧线，哎，好多了。断片发傻，发傻在哪儿了？接，左手天上掉一滴甘露，往外送，送一接，好，右手一上一回，往右撤步，一个大跑，大黄手，这是一组动作呀。对呀，别给我落这儿啊！再来一次，六。七走下上，吐气往外送，左手接，右手一提盖回来，单晃撤脚，双晃，然后再撤起，也是一接，左手接，
一松气，往下走，一送，右手接，左手一盖一晃，单晃手就得配什么？双晃，是不是？想明白了吗？好，一会儿中午自己再过一下。